站住！奉命缉拿通信人员。糟糕，快！震天撼地！御风而行。对道七来说，这样的未来。让我想想，究竟是什么让你再一次来到我的面前？你的余勇是为了庇护那些民众，还是说觐见我？哦，那你是否有些过于小觑我了？延寿令的事并非如此，我知道的只是一切关于永恒的事。包括延寿令的颁布也是由我所默许的，而那些愚人众的所为尚未构成对永恒的威胁，否则他们早已被肃清。愿望本就是不利于永恒的东西，你或许还没有意识到，追逐愿望往往会让人失去更多。正如收缴神之眼一事本身，并不会有人因神之眼离身而丧命。丢掉性命的，反而会是那些执意要追逐愿望的人，不是吗？旅者，你在我眼中的确是特殊的存在。你的身上似有数之不尽的不确定性，换言之，你与永恒相距最远。所以，我无意要你理解其中意义，仅由此身为这天下人间代行永恒之道便好。没错，你居然会清楚这些。罢了，你是在寻找动摇我意志的机会，对吗？好吧，违逆永恒之人，让我看看你的觉悟。愿望的膨胀必将带来毁灭。万雷归朔风解印，聚收并蓄，
归赠。哇！哇！无聊。雷光所照，永恒之土。往返自然。静心凝神。太慢了。聚收并蓄。安如磐石。不稳定的因素必须清除。我会将你铸就成永恒的基石。无所遁藏。万雷归葬。别妨碍我。大意了吧。不足为惧。现在才想起来吗？神子，这就是你的盘算吗？可别忘了，把意识寄宿于物件，是谁教会你的？你该不会以为单靠你的愿望，就能胜过影的意志吧？虽然你身在此地，但他们的愿望早就寄托在你身上了。所以闭上眼睛。知道你抵达静心海的深处，为天下第一的剑道家，处理手下的机会，亲眼看看纯白色的虚剑之城，找到治愈无关的方法。同胞们可以得到平等对待，可以打动他的作战。不是希望可以废除衍兽力。